六天没看到断了，昨天第六天没看到断了。兄弟，我都晚上不想播了，知道吗？兄弟，我晚上都不想播了，知道吗？因为太晚了，天天晚上这么晚，天晚这么晚，我也闹他，知道吧？我必须得拍东西，知道吗？兄弟，不拍东西不行，我跟你说，兄弟，我天天直播，不发段子的话，我顶多播半年就没人看了，知道吗？但是呢，我如果发段子，我不直播的话，哪怕十年以后还有人看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感谢大家伙啊！主要是我们没有放假，还上班。沈阳下单了，几天到？沈阳的话得三天左右了，得三四天能到。磨叽，别找原因，你自己强迫，对，就是强迫症，兄弟们就是强迫症，你知道吗？可以不发，知道吗？就是强迫症，必须得有，没有是真闹心，兄弟们。我到现在这会儿没吃饭呢，兄弟们，看着我媳妇给我带过来的饭。这是我媳妇给我带过来的饭，兄弟们。你说三爸拼不拼，兄弟们？三爹努不努力？我老天呐！我这点儿没吃饭呢，看看，这我媳妇儿啊，给我包过来的啊。哎，媳妇儿，你这咋包的呀？你这我要翻过来是不是就掉了？汤都洒出来了。我们也很努力啊，希望我这种努力，兄弟们，希望我这种努力也能感染大家，大家也努力啊，大家也努力啊，我希望我的这种努力啊，能够让大家也有深有体会，挺好，还热乎呢，媳妇是什么菜？媳妇这里头，你告诉我啥菜就完了呗。是我最不爱吃的一个菜。最不爱吃的一个菜。我最不爱吃。我爸炒的，我爸做的。小的有吗？没有小的，咱没有小狗啊，没有小狗，欢迎大家伙啊。天天说除了就是啊。你这个毛病听多了真烦人，天天说除了就是啊，没办法啊，兄弟们呢我东北话，兄弟们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看着啊，东北话里头啊，兄弟们看着啊，你看孩子这么多啊，必须得有这些话，不是我说。我操！你看啊，你不啊吗？就是你想强调一件事的时候，必须得啊。你想强调一件事的时候，必须得啊，没有啊强调不出来，是不是啊，媳妇儿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啊啊啊啊啊啊！我跟你说，同一个字儿，兄弟们能表达很多很多的意思，知道吗？同一个字儿能表达很多很多的意思。是不是啊？你看啊啊，我这个啊就是对不对啊啊？这个啊，行，我知道，行，我这不讲事儿呢吗？行，我这不是怕你饿吗？你激动啥呀？我没激动啊。我就把你的，我在这吹着，哎呦，我这一皱眉那一吹，那是多好。我知道，媳妇儿，我等会儿再吃呗。我这等会儿，我先播，我半夜我一会儿再吃呗。我吃饭能上人气。你坐这吧，我吃饭。我吃饭能上人气。那你正好，你饿死了就能上人气了。哎，谢谢了。对，一会儿凉，你就本来我那个九点多，这都几个小时了，我拿那个。那几点拿来的？九点。对呀，我九点啊。
你九点过来的？对呀、啊。九点你就过来了？我九点往这儿走的，九点十多分到的。啊、嗯。哎呀，你姑娘困的都丢了当了都。那我那你回来你来的时候咋没告诉我呢，媳妇儿？啊，你不拍视频的吗？我要给你打电话干啥？你就那个啥了，你就闹起了你。我晚上四点。我老公也这种，可烦，对，是不是？你对他好的时候，哎、啊，眉头一皱，然后语气可不好了那样似的。哎呀妈呀，搞好像咱那个啥似的，是不？从下午四点，嗯，下午四点、五点、六点、七点、八点、九点、十点，六小时。媳妇儿，我之前六个小时啥也没想出来，兄弟，你们知道那种心情吗？啊，抱着孩子，脑瓜一片空白。可给你捂个眼，那你这不捂的话凉了，我拿我姑娘那个洗干净的浴巾，我给她包上，包上最起码她现在热乎啊，要不来了你就凉了，吃了胃还那个啥，不得劲儿。嗯。还有这个呢，是吧？嗯，这可乐鸡翅我爱吃。还有鸡翅呢。俺老公公给俺做的可乐鸡翅。我没生气，有啥生气的？我做的，做的。嗯，我平时吃东西的时候，他们有点围着我，有点围着我，真是啊。我平时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从来不给他们。啊，只有直播的时候，你们在那看着，我给他们吃。我平时吃东西从来不给他们吃，他们从来不吃这玩意儿。买个保温饭盒，不用买，也不是天天都那个啥。就有的时候他偶尔他一忙起来的时候都那个什么，天天这么熬都熬坏了。哎呀，其实我也想早点播呀，但是你说他那个。段子拍不出来，还有酸辣白菜没有，酸菜也没有，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，媳妇。不是为什么费得这么晚，兄弟们，知道吧？我可以早点播，就算我早点播的话，兄弟们，这个点我还是会播，知道吧？哪怕是我白天我播了十，我白天播了，啊，播了22个小时，剩最后这2个小时我还是会播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啊。就不管我白天播了多长时间，兄弟们，咱家一到这个点儿时候我必播，知道吗？我肯定会播，啊，你认为吧，兄弟们？哎，半夜的时候，兄弟们啊，咱。咱们家晚上人啊，比白天人多啊。人说的是让你晚上早点播，我晚上早点播，我还是会播到1点多。就算我晚上7点播的话，我会播5个小时，能播到。我就跟你说，其实你总觉得那个人人气高，是因为咱家粉丝都等你等到那么晚，知道吧？你要是早点播的话，时间长，你知道吗？7天是一个习惯，知道吧？是一个习惯养成的那个过程。如果你联系。就是如果你连续7天你都9点播的话，那咱家粉丝肯定以后每天9点的时候肯定准时就来。啊，媳妇，你说我是不是有拖延症？啊，我一到你不是有拖延症？一到9点10点的时候，啊，一到9点10点的时候我就特别粉丝都变成啊，媳妇，9点8点8点8点半开始，9点10点我那时候特别忙，啊，就感觉眼前了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不是你有拖延症，你知道为什么所有事儿都赶到一起了吗？啊，是因为你干啥事儿你太磨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这个事儿，本来你白天
就是你没有一个良好的就是安排时间的那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都把那个时间段安排好了，你肯定不会都挤在一块堆了。那不还拖延症吗？那不是拖延症，那就是墨迹。对，时间管理，你干什么都要有一个时间概念，是不是？你刚才在干啥呢？看着呢，一直在看着呢。我做什么？对，每天看他都养成一种习惯了，知道他每天，你知道咱家这些铁粉都知道，每天三番半说的，我今天晚上我九点半，我十点我肯定播。那你看吧，粉丝全都在那说，你们放心，十点肯定播不上，咱们就照十一点的等吧。啊，九哥，你看我平时这一个菜，我都很少吃这玩意儿。我媳妇我家的，我很少吃这玩意儿，我很少吃肉，我喜欢。啊，是啊，你不爱吃啊？那我想给你夹，因为我觉得我爱吃，我爱吃的东西你必须得爱吃。对，并不是后半夜人气高，而是咱家铁粉都等着他。所以如果你要连续几天你都是九点直播的话，那你九点的人气肯定也慢慢就上来了，然后你九点播到十二点，那都可以啊。那你不知道咱那铁粉等你等的那真是困的都直懵逼啊，然后还就是坚持不懈的在等你。掉了，我看你就是不故意不想吃。可劲吃，爷子，可劲吃，咽一口吧，把它拿走去吧，拿走，给他们咽一口，咽一口吧，好吧，三位先来一口，好，你先三位来一小口，老大来一口，哎呀，老大来一小口，哎好，老四来一小口，哎呦我操，老四，我他妈让你来一小口。哦，在谁这来一瓶？啊，因为三爸不喜欢吃可乐鸡翅，他肯定就是故意那个啥整出来的。我跟你说，好，没有了，咽一小口啊，行。这我太了解你们了，知道吗？就我太知道你们的感受了，因为我也讨厌他这么晚直播。妈的！虽然说我没天天熬吧，但我这从我来这儿，我连续多长时间了？跟他一起直播播到这么，我都感觉我那个心脏天天扑通扑通的，老难受了。来，给我来。学三妈伯伯说的太，我说的太到位，也没有三爸咋咋呼呼人气高啊。关键你们都喜欢他那咋咋呼呼的那个劲儿啊。嗯。等我吃完饭跟你们玩啊。没休息好，对，就是没休息好。那天有一天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我十二点的时候，我说我进屋了，我说不行了，我说我得进屋了，因为我在那困的，我眼睛我都睁不开了，然后我就感觉我那个心脏就扑通扑通的一下一下的往下沉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我都喘不动气儿了，我不行了，我得赶紧进屋躺着去。嗯，等老师吃完饭跟你玩啊，小明老师啊。天天吃饭这么晚都不胖，真让人羡慕。他也没吃饭很晚，就偶尔的时候。其实我每天的时候，五点来钟。你们想买大米呢？你看咱家大米了，兄弟啊，咱家大米粒特别长，而且米，这米非常香，兄弟们啊！你们有需要大米的，你们可以买那大米啊。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吧，是不是第一个链接？58块钱十斤，嗯。啊，对，第一个链接啊，58块钱十斤。嗯，你看咱这个米，厂都是厂粒儿，看着吗？咱们家吃这个米，就是我卖这个米，兄弟们，嗯，厂粒儿的啊，厂粒儿的，这个叫石板大米，石板大米就是响水大米，知道吗？啊，别跟他熬夜，你还照顾孩子家伙，哎呀，那也没办法。我一般让我媳妇儿待一会儿，陪我播一会儿，我让她回去睡觉。但是吧，你说我就有点，也是有点像强迫症似的，你知道吧？
他虽然说，说的你给我播一会儿，你十二点你就去睡觉或啥的，我就怕我要去睡觉了吧，他一声音说话声音大了或者干啥的，我寻思他是不是生气了，是不是不高兴了，哎呀，是不是我进屋睡觉他那个啥了，我就总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想，哎，我能熬几点我就熬几点，实在我熬不住了，我再进屋就那样。我晚上我直播声音本身不就大吗？邻居都反对了，不是？是，嗯，我就比如说你找什么东西，哎呀，你酸叽溜的那一出，我就寻思是不是生气了呀？啥也找不着了，就那啥了。我这种感觉，是你说你故意的，但是我就感觉是那个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自己心里那个啥，他爱干嘛干嘛，自己身体最重要。但是咱不是那种那个啥的，我怕他，就我总怕他给我甩脸的呀，或者干啥的呀，就怕他不高兴啊。哎，就是总怕，哎呀，就有的时候你看，我要是早睡觉了，白天的时候他有可能是因为拍段子或者干啥拍不出来，他心情不好啊，他一冲我说话大声了，我就感觉，哎呀，是不是我又惹他生气了？哎，又咋咋地的了？话多了。我就怕这样，可拉倒吧，行，我对你生什么气呢？老爷喝热水，没事。尿了，媳妇，小狗。小狗尿了。好啊。三妈妈人太好了，感谢大家伙啊，感谢大家喜欢我媳妇啊，谢谢花魂姐姐，欢迎花魂姐姐啊，兄弟们，大家给三爹视频点亮了吗？老铁们啊，点亮了吗？嗯，哎呀，我看我现在视频有没有点亮啊？当有人给我视频点亮的时候，内心会感觉非常非常的，啊，那种愉悦的那种心情，兄弟们。这小狗有买家了吗？有啊，啊，它已经有新家了啊，兄弟们。小狗已经有新家了啊，咱一会儿啊，带着他们一块玩啊。三爸珍惜吧。嗯，我肯定是珍惜，兄弟们啊，我媳妇能不珍惜吗？啊，对不对？为啥三问没有泰罗？有三问没有泰罗？泰罗是什么玩意儿？媳妇，泰罗是什么东西啊？泰罗？哎呀，兄弟们，真是这发段子发的也晚。发段也发油了，我应该晚上我都不能发段子。碎米一袋几斤？碎米一袋十斤啊！碎米一袋十斤，欢迎大家伙儿。几点开播？你家？咱家正常九点半，兄弟们知道吗？正常九点半。老四喜欢小巧玲珑的。感谢花魂姐姐啊，兄弟们，咱们给花魂姐姐点点关注，兄弟姐妹们啊，背部毛为啥不是白的？拉布拉多呀，拉布拉多背部毛基本上，兄弟们，所有的拉布拉多里头啊，有80%的拉布拉多背上的毛全是这个色儿的啊，80%的拉布拉多背毛全是这个颜色的啊。他姥爷，我问一下，拉布拉多有奶茶色吗？奶茶色。奶茶什么？奶茶就是奶白色呗，是不是？咱家这不有奶茶色吗？咱家这个啊，正常九百可是没有一天是正常的。哎，其实我特别就是，哎，那怎么说来着？怀念啊，特别怀念就是。特殊情况九点半，啊啊。就特别怀念刚开始的时候，每天都是八点半播，就正常就是八点半播，然后一到六点来钟开始拍段子。然后拍到七点来钟，八点半准时直播。那时候每天都八点半准时直播，太好了，天天播到十点来钟，真好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不行了，媳妇儿，知道吗？感谢作人姐啊，感谢作人姐，欢迎作人姐啊。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正常我如果九点半播的话，我还是会播到半夜一点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你就是那个啥，粉丝是根据你的习惯来习。下单了，谢谢大家伙啊！感谢团子右将，谢谢团子右将送来的啤酒，谢谢啊！欢迎团子右将啊！谢谢啊！
贵州贵阳的团子肉酱啊，大家伙点点关注啊。这小狗少一个了啊，那只小狗上新家去了，兄弟们，那个小狗上新家去了啊。还有咱家老二过两天也上新家去了，兄弟们，老二过两天也上新家了啊。这卫生好搞吗？这七条毛孩要是尿了怎么办？尿了就收拾呗，兄弟们啊。但是一般他们不会尿啊，他们一会尿会尿到卫生间也好收拾，知道吧？啊，拉粑粑的话他们都上外面去拉。感谢坤坤啊，谢谢坤坤啊。羊奶粉介绍一下呗，下单了。羊奶粉就是55两罐，兄弟们啊，第十个链接55米两罐，一罐羊奶粉呢是400克，两罐呢是800克，兄弟们，咱家这款羊奶粉咱小狗一直都在吃啊，两罐羊奶粉是800克啊，总共是对，总共是两瓶啊，总共是55米啊，咱家小狗一直都在吃啊，感谢我花魂姐姐啊，谢我花魂姐姐，兄弟们，咱给花魂姐姐点关注啊。你们想买那个羊奶粉的，你们可以去拍的啊。哎呀，要咱以后直播两场吧，行啊。你看拉倒吧，这一场你就撑摔断了两。老爷为啥不提小老大了？小老大去新家了呀，兄弟们。老大去新家了呀，老大没在咱们家，兄弟们啊，老大去那个杰克拉布拉多他们家了啊。白天不会上，哎媳妇，哎呦，哎哎，你看，快快快收起来，得了呗，小狗不能吃啊，我让他们，你不能吃，让他们吃了呗，那么吃了吧，吃了吧，你喊一二三吃了，一二三，不能抢啊，你不能抢，二宝你拿手机来，二宝你不能吃啊，你开始吃坏肚肚了啊，二宝啊，坏肚肚了啊，肚肚疼。狗粮怎么卖？狗粮149一袋。二宝，你吃多肚肚疼啊，那东西不能吃啊，现在不属于你的食物啊，你可以吸引吸引表哥，你可以亲亲表哥啊，他表哥来，他表哥。啊，他舅舅，老四过来，他舅舅，老四，你过来，啊，四哥喜不喜欢大外甥女啊？看看，对，啊，两款狗粮是一样的啊，只不过付款方式不一样。哎，过两天你也上新家去了啊？你也上新家去了，小二啊，上新家一定要啊。好好拆家啊，好好尿沙发，好好拆沙发，尽量不挨揍啊，你在咱们家怎么拆的沙发啊，你到新家你就怎么拆沙发，好不好？这球你看，咱小孩你看，嗯，点睫毛准了吗？看，嗯，啊，看你睫毛，看见了小二啊，等你上新家的时候，能不能想姥爷啊？5个月小狗可以吃啊。二，你想不想姥爷啊？你能不能像二迷糊似的呀？到时候不认识我了，二迷糊都不认识我了。啊，你能像二迷糊似的？然后呢，你吃里扒外呀你啊？啊？你兄弟那指定不认识我去了，不用多，三天他就不认识我了。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送杯子吗？对，买两个送一个杯子和一个勺，嗯。是不是小二？你看这肚子吃的啊，你今晚不能吃饭了啊，要太胖了，你今天晚上啊。认识你有啥用啊？不吃饭吧。本来挺淑女的，一直认识你，天天咋咋呼呼的。谁？啊？啊？
谁认识你啊？狗狗呗。什么？狗狗呗。认识谁呀？认识我呀。真的，你的脑瓜子好像。不认识我，天天咋咋呼呼的，吃里扒外。新家是什么意思啊？新家就是新主人家，兄弟们啊。新主人，主播，你家沙发，你家换沙发了，真漂亮啊！这是俺家昨天新换的沙发，兄弟们啊，这是俺家昨天新换的，你瞅瞅啊，在这铺个垫子啊。今天我又买了个垫子，买了个这个垫子啊，把这边给它贴上了，兄弟们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沙发，兄弟们，就中间这块爱埋汰啊，以后咱换沙发垫就行了。哎呀，这个沙发兄弟们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敢保证咱家这沙发能挺到明年。媳妇儿，你信不信？这个沙发肯定能挺到明年。大家给麦序上好朋友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花魂姐姐一号麦，兄弟姐妹们，大家没事点点关注啊。咱家一号麦花魂姐姐往上搂一波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感谢大家。小迷糊啊。跟我家沙发型号一样。得问 seven， 我跟你说 ，seven 吧，还真就是不是主谋，俺家 seven 还真不是主谋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啊，屁用不顶，一会儿有了，我跟你说，小迷糊愿意猜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小迷糊把沙发。说姑娘醒了，小明愿意把那个沙发挠坏，一挠坏了之后有一个口，我跟你说那个小沙发有一个口，然后他就废了。我以为俺家姑娘醒了呢。石板大米是58块钱十斤，兄弟们啊，没醒，媳妇儿，没醒，我以为这姑娘醒了呢。小迷糊今天就想发言了，小迷糊今天就想发言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感谢啊，感谢这个草莓，以后给我戴上口罩吧，你家姑娘好可爱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姑娘老懂事了。咋的了？啊，我今天不从爷爷那来吗？嗯。我拎了我一个大兜子，那兜子装满满东西，还拎了饭，还拎了他那个玩具，然后呢，那个从咱爸那出来。天天狗狗们都自下楼啊？什么？自己下楼啊？不自己下楼，我得带他们一块下楼，我也带他们一起下楼啊，带宝宝们一起下楼。小四啊，你看你都跟我说了，又让我说一半。你说啥，媳妇儿？我不说了。你离他远点行不行？感谢团子右将啊，谢谢团子右将啊，兄弟们啊，咱给团子右将点点关注，感谢寸草芳心，谢谢寸草芳心啊，谢谢大家伙啊。媳妇儿，你拿手机来，你看看啊，老四啊，要你跟着我走才行，你在那坐着不行啊。哎呀，我真的，我你进屋睡觉吧，来，我自己说。哎呀，爷爷，快，我跟你说吧，你一说那啥，你就睡觉吧，你就睡觉吧，媳妇儿，我不进，你就睡觉吧。干啥呀？你看，你进屋睡觉行吗？我跟着你走。不用跟我走，你进屋睡觉就行了，媳妇儿，你进屋睡觉吧，快点，快听话啊。老四啊，老爷好凶，我媳妇就困了，兄弟们啊，我媳妇太累了啊，去睡觉去，去吧。媳妇起得早啊，他晚上还得照顾孩子呢，跟我不一样啊。我晚上一会儿我下播了，我完事儿了，遛完狗了，我一觉到天亮啊。
你老公心里没有什么没有数啊啊！盐粉几罐？盐粉两罐啊，2罐55米。媳妇儿，你进去吧，媳妇儿，快睡觉去吧你。咋了？嗯，你咋不明白呢？不许干架了啊，听话啊。你不醉啊媳妇儿？嗯，狗粮几拼的好？狗粮是三拼的，兄弟们，咱家狗粮是三拼的啊。戴口罩把狗鼻子露出来拍个段子能好。你戴口罩还要把狗鼻子露出来啊，兄弟们，这口罩也太劣质了吧啊。感谢咱家糖宝啊，欢迎糖宝，兄弟们，咱给糖宝点点关注啊。糖宝是3号麦，老铁们，俺们家 seven 的大孙子，兄弟们啊，给我们家 seven 的大孙子糖宝点点关注啊。老爷，你为什么，你什么时候结的婚，都有孩子了，我得有多久没关注你了？我的妈呀，我跟你说吧，我从玩快手那天开始，我就跟我这个媳妇儿在一块儿啊，我从玩快手那天开始就跟我媳妇儿在一块儿，这都几年了，这都五六年了，兄弟们，这都啊啊，我结婚几年了，我结婚都3年了，已经关注了，谢谢大家伙啊。北京现在暂不发货，兄弟们啊，暂不发货，快手之前呢，快点之前我就忘了，兄弟们，嗯，之前没谈过恋爱，就谈过这一个，这还是初恋。四哥呀，老四啊，随话能发，随话更不能发，老四啊。你真是那个行走的搓澡巾吗，老师啊？啊？搓完就走？你说老师搓完就走？那给钱了吗你，老师啊？搓完就走？我的妈，服了！我这服我家四哥了。行走的搓澡巾，谁他妈谁整老爷的鞋了啊？谁又拿我的鞋了？啊？是不是你？真那么烦人，我发现。哎呀，真的，这他妈小石头脑瓜舔的都是皮肤病，你别舔了行不行？啊？你说你干啥，老四？你到底吃的什么迷魂药了你？啊？那小石头哪？给你吃了什么药了呀，老四啊？啊？你怎么这样式的呢？我发现你这孩子，老四啊，啊？你那舌头是租来的呀，老四啊，啊？你成天舔没完你，你租来的舌头啊？你是不是有点，你是不是脑瓜子不够用啊，老四啊？啊？我都说了，他已经老爷已经给他做了绝育了，老四，你俩之间不可能了，四哥，永远都不可，我说的是永远，老四，不可能了，你别瞎想了，老四，啊，
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干啥呢你？他这么烦人呢，这个老四啊！我跟你们说，兄弟们，意外，以前小迷糊就是这么出生的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啊，咱家老四，兄弟们，老四跟石榴他俩意外就这么发生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其实他俩啥都没干，兄弟们，其实他俩啥都没做，亲嘴就怀孕了，亲嘴。幸亏我给老四给小石头做了绝育，兄弟们，要不啊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我要不给小石头做绝育啊，你放心吧，老四绝对是百发百中，兄弟们，他这回老咱家小石头这回指定还会怀孕，他指定还会怀孕。什么叫意外？人家老四就是爱石头，100%会怀孕，知道吗？我都不敢想，兄弟们，我都不敢想啊。我当时如果不给小石头做绝育的话，是不是现在又有一窝拉不拉太啥都没做咋生的小迷糊？兄弟们你们看着了吗？你们别说你们没看着，就我都没看着，兄弟们知道吗？老师你能别给他舔了不能吸？老师咱说咱能歇会儿不？老师啊啊，不是你脑瓜咋这么梗呢老师啊？师哥你瞅你眼神，你瞅你的眼神里头老师啊，这眼神多漂亮老师，晶莹剔透的，多可爱的一个小狗老师，你这脑瓜里天天寻思啥呢啊？赶紧给老师找个媳妇吧。老给你找个媳妇儿行不行？老师给你找一个要不要？老师老给你找个媳妇儿啊，决定是老爷的。哎，赶紧给老师找个媳妇儿。欢迎大家伙啊，老铁们，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。哎，还有大家有需要牛肉粒的啊，7号链接牛肉粒39.9块3罐牛肉粒啊，39.9块3罐牛肉粒啊。你们想买牛肉粒你们拍单牛肉粒啊，狗狗吃牛肉粒，一罐牛肉粒是265克啊，总共3罐39.9块。现在咱们家宠物用品年前还能发货，兄弟们，过两天发不了了。还有没备货的没囤货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去囤一单宠物用品啥的啊，尤其是狗粮啊、营养膏啊、羊奶粉啊，兄弟们，这些都是狗狗日常就是经常吃的东西啊。感谢月，谢谢月啊，谢谢啊。石榴一身哈喇子味儿啊，牛肉粒没货了，牛肉粒没有货了，兄弟们，牛肉粒把牛肉粒下架了啊。牛肉粒没有货了，嗯，羊奶粉保质期是近期的吗？必须是近期的啊。你说你忙活啥呀老四啊，我这你让老爷我你让我歇会儿行不行？老四你让我歇会儿，你别让我那么操心。你他妈了个炮，你瞅那脑瓜给舔的。哎呀天，哎呀，你俩到底啥关系啊？我怎么我发现我跟你俩这种我怎么就分不开呢？你俩啊，你俩到底啥关系啊？啊，我怎么猜不上你俩呢？
石头进去吧，石头来，石头进去吧，进进进。哎呀，老四，你可让我歇会儿吧，老四。啊，四哥坐这儿来，四哥来，四哥坐这儿来，你就坐着就行，老四，守着啊，你就对石头唱那首《窗外》就行了，老四啊。今夜。我又来到那是那不是孩子吗，老师，啊 Seven 来到你的窗外，窗帘上的影子是多么可爱，悄悄地爱过你这么多年，明天我就要离开，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。四哥够专一的呀，好男人的标志。歇会儿吧，老师啊，歇会儿吧啊，玩游戏吧，咱玩游戏了啊，好不好？小伙不喂了，兄弟，小伙今晚不喂了，小伙中午没少吃，小伙中午没少吃，嗯，好，带他们几个玩做游戏啊。别把你姑娘吵醒了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小孩啊，我想把他吵醒还真就挺难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我想把人家姑娘吵醒还真就挺难啊！我跟你小狗啊，不是，像这小孩啊，还真不怕吵，知道吗？真不怕吵，过来来，咱们玩。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，来，你进去吧。好、啊，好、啊。啊，小二，小二听话，小二啊，你可拉倒吧，我真吵不醒他，兄弟们，啊，小二可听话了，兄弟们，小二过一阵也上新家去了，啊，他也上新家去了，然后呢，兄弟们，大家有需要，有想买咱大米的啊，我给大家看咱大米，然后呢，看大米。然后呢，我带着大家一块儿跟他们几个玩游戏，兄弟们啊，三爹介绍一下子，兄弟们啊，请大家有个心理准备。老四渴了，四哥渴了，多少钱一只？我要了，咱家没有狗了，兄弟们啊，没有了啊，等明年的时候，兄弟们明年的时候再说吧，明年咱家肯定有，明年肯定有啊。你们还想要拉布拉多小狗的，咱们明年啊。窗外的麻雀，嗯，老大的脾气好又漂亮，兄弟们啊，你们想买大米的啊，大家去拍呢咱家这个石板大米，嗯，石板大米没有多少了，兄弟们，然后年前百分之百没有多少了，等过两天，兄弟们，你们想要的也没有了，知道吗？等过两天想要的都没有了啊，老铁们啊，石板大米58块钱10斤，老铁们，58块钱10斤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兄弟们，咱家也就剩50来单了啊，也就剩50多单了，你们想买大米的话，大家赶快去备一单啊，用不用先预定？不用预定，不用预定啊。咱家这款大米，老铁们啊，还有没买大米的兄弟们，你们可以去拍的啊，58块钱10斤，响水，这叫石板大米，兄弟们
产自响水大米核心产区。老铁们，你们不知道响水大米的话，你们可以问一下老一辈的人啊，问一下父母啊，他们都知道这个大米，大米真好吃，而且咱家这款大米啊全是好评啊。啊，三元爹主播好，很有气，很有才气，歌唱的也好。老大卖吗？老大不卖啊，58块钱10斤啊，产自咱们响水大米核心产区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镇，兄弟们，渤海镇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渤海镇，渤海镇大米啊，58块钱10斤，焖出来的米特别香啊，兄弟姐妹们啊，焖出来的米特别香。有需要大米的话，大家赶快去拍的，兄弟们。你瞅咱这个米，兄弟们，你瞅咱这个米，哎呀妈，这米真是挺好的啊！58块钱10斤，大家赶快拍单。好了，你们别闹了啊，我带你们玩了。啊，你在里边待会儿吧，行吗？啊，宝宝，东西太多了，没地方放。羊奶粉有吗？羊奶粉有，羊奶粉在第10个链接呢�啊。第10个链接，第9个链接，55两瓶。二啊，二跟小老大长得像是不是啊？二跟小老大长得像。二啊，哎呀，我要嫁给我四哥，你同意吗？同意，必须同意。嫁给俺老四，我能不同意吗？感谢我住隔壁啊，谢谢啊，把小宝放出来，一会儿哭了。啊，把小宝放出来，在一块养玩呗，啊，铺垫子呀，不用铺垫子，不用铺垫子啊，出来吧，咱一块玩来。二，出来玩，咱一块玩啊，我给你们放零食，放零食，咱们抢零食玩。感谢花魂姐姐啊。兄弟们，咱们给榜1的花魂姐姐点点关注，是吧？1号麦的花魂姐，啊，咱小狗不卖，兄弟们啊。咱家没有卖的狗，嗯，不卖狗啊。小宝不卖了，行吗？小宝有主人了，啊，小宝有主人了，不卖啊。来，我得放零食啊。来来。今年我又来到你的窗外，窗边的影子是多么可爱，小小的爱和你。喂，老四来。啊，老大，三个来。啊。喂，小石亮，石亮呢？石亮不放出来了。你来吧，你说老四，我操你哥，老四，你说为了你，因为你他妈石头就被关着，我感觉我应该把老四关起来，坐好了，不动啊，好听话，小不点儿，小不点听话，小不点啊，小不点听话，来，小不点可听话了啊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还是小不点啊！啊，那小不点也会抢了，小不点也会数三了。我应该把老四拴起来，把小石头放出来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应该把小石头放上，把老四关起来呀。老四关你没意思了。老四，你进去。老三，老四进，老四进。嗯，好。
好了，兄弟们，咱们老四，这里都会好好的啊。兄弟们，好了，注意到老四啊，你别给我揍你老四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咱就给我抢零食了啊！不带老四，兄弟们来，过来来，来，走吧走吧走。妈的，放你这么疯了，老四啊！你这疯了你！快来，欢迎老大来，再上来，再上来，再坐着，再来，再坐着，坐啊！哎呀，这个小狗又尿。不许动！我最喜欢聪明伶俐的 Simon。小明，你往后点，你是不是也太明显了？太玩赖了，你。来，小不点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坐下啊，坐下，小不点啊，啊，小石头坐，不许动啊！我数三的时候，你们才能抢啊！来，等一下子啊！听听你们猜谁能抢着？老铁们，你们猜这把谁能抢着？咱们猜一把，兄弟，咱竞猜一把，谁能抢着？啊！小明，你进去，小明啊，你回去，往后走。OK， 对对，听话。你都没有这小子听话啊！来，你坐好了，预备，一、二，看我你，吐了，真的老师，真的小明，你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，啥也不是，啥也不是。你进，你进，你进。老四，老四，在这边来，我服在你俩。进来，老四来，进来。啥也不是，石头来，石头来，这么烦人呢，他们俩。哎，小明为了吃的被打都愿意。过来来，我真不想揍他，知道吗？他太不懂事儿了，一个老四，一个没手足。这爷俩，坐好了，再过来，再坐好了，啊。咱一块抢啊！好，兄弟们，我给多放几个零食，你们猜小狗能不能抢着？啊，我多放几个零食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你们猜小狗能不能抢着？好了，好了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好，不许动，弄啊！你们猜小狗能不能抢着啊？打靶呢，改不了。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七、四、三。我操！你真抢着了？啊？九十五发六十吗？十九号链接，十九号链接，不是啊，不是不是，十九号链接是100米5只啊，100米5只啊。
这小狗聪明啊，兄弟们啊，俺家小二聪明啊，啊，这小二以后行啊，兄弟们。比你强多了啊，比你强多了啊。比你强多了，啥也不是你，啥也不是。进去吧，狗屁不是。比你强多了，比你强多了。十二链接有活动吗？十二号链接，十二号链接是39.94四罐，兄弟们啊，39.94四瓶啊，一瓶是275克，四瓶是1040克啊，兄弟们啊，已经非常便宜了，老铁们啊，有想买的话你们拍一单，兄弟们，咱俩那个截止棒。接着吧，啊，哎，我问一下咱客服能不能，你们，哎，其实9.9没啥意思，兄弟们，9.9没啥意思，真的，你们倒是真不如说拍四个呢，一下买四个，兄弟们，知道吗？39.9四个，真是买四个比那个买9.9买一个强多了啊，老铁们啊，你们买四个吧啊。狗都喜欢吃，狗都非常喜欢吃，兄弟，咱那个非常划算啊！你们拍四个就行，啊，在第十二个链接，咱那个截止棒，兄弟们，截止棒专门给狗狗吃的截止棒啊，专门是给狗狗磨牙的、洁齿的，狗狗有牙渍、有牙结石、口臭啊，都可以吃这个截止棒啊！我家狗一直都在吃，狗宝宝最烦人了。我不带他还不行啊，这孩子有脾气啊，这狗宝宝比脾气老大了。帅锅主播，2个月闹一次狗吗？闹一次狗吗？两个月闹，不知道啥意思，我不知道你说啥意思。小宝将来不了了不得呀，来，小宝，哎，这小狗一天可淘了，跟你说，兄弟们，这小狗也聪明啊。嗯，这小狗也聪明啊，你上来，你看这爪子，兄弟们，这爪子比小迷糊的爪子还都大啊、嗯，比小迷糊的爪子大多了，啊、嗯，啊，是不是啊？大宝，二宝，大宝和二宝傻分不清楚了，我这，嗯，小狗也挺聪明。小老大爷也聪明，他也会，兄弟们，我给你看看啊，我训练训练他，老爷给你带着狗粮，我训练训练你，啊，兄弟们，我训练训练他，看着啊，养不了，狗太多了，留不下呀，兄弟们，留不了了，不是我不想养啊，兄弟们，狗太多了，走不了，你们不了解这种心情，你们不理解这种心情。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，窗帘上的影子是多么可爱。酸菜还有吗？酸菜没有了啊，酸菜没有了。来，小老大，小老二，来，小老二，看一下老二都会啥啊？看老二会啥啊？坐，哎，好宝啊，小老二，来，小老二，来，小老二，过来，来，小老二，来，快来。小老二坐下，老二快来，小老二，老大你，老二坐，从这坐，你从那边坐什么玩意儿？老二你从这坐，老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快上来，来，过来，来，二快来，快坐，二他会坐，来，二坐下，好宝，二宝啊，好宝，二来，好，过来，来，二过来，来。他看盆儿，他找盆儿，你看他找盆儿，啊，
你找朋友啥？你得找老爷，你得找老爷才行。坐。哎呀，真棒，这么聪明啊！啊，这么聪明啊！樊老爷家的狗狗，啊，来，坐下，啊，坐下，握手，握手。哎，好宝，好宝，坐下，坐好了。坐好了，你坐好了，你坐好了，坐好了啊！握手，好宝，哎，好。你看我一说握手，他就握手了，兄弟们，这狗狗学的可快了，这狗狗学的可快了。握手，你看，你看，兄弟们，学会了吧？看看啊，好宝，来给个奖励啊，好。聪明，这才几个月，兄弟们，咱那小狗像三个小时一样，好好训，知道吧？啊啊，握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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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握手，等会儿啊，握手，好宝，好宝，你看，跟俺家三个小时一样好训，特别好训，啊，来握手，我好宝，你看，你看兄弟们，俺多好训，握手。握手，握手，哎，好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聪明吧，兄弟们，这才两个月就已经会了。握手，握手，握手，哎，好，你看看，兄弟们听不听话啊？他只不过现在不会左右手换啊。握手，握手，哎，来，握手，要不要？哎，握手，握手。握手呢？哎，怎么不握手了？现在，啊，握手，握手，来，啊，好，你得有吃的呀，没有吃的骗不了他。你看，兄弟们，手里没有吃的，你骗不了他，啊，没吃的不行。握手，你看没有吃的不行啊，这有吃的才行。啊，握手，握手，啊，握手。来握手，宝握手来，又要飘了你啊啊！握手啊，好好宝好宝，握手，这是握手是不是？啊，是是吧？嗯，哎呀，他以后指定啊，兄弟们，指定跟 Seven 一样聪明啊、嗯！买了你家洗手液，感谢大家伙啊！洗手液在几号链接呢？啊，洗手液在第39个链接，8.9元，兄弟们，8.9两瓶洗手液。握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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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来，快握手来，快握手，握手来，洗手液8.9两瓶啊。嗯，他现在已经非常棒了，兄弟们啊。这小狗现在已经非常棒了啊，非常非常乖了啊，俺家三位小时都没有他聪明，嗯，老四都没有他聪明了，兄弟们，咱不能在家不能训他了，你训他的话很容易诋毁咱老四，知道不，兄弟们啊，你要咱总训他的话，他会握手了啊，老四的地位没有了，知道不，兄弟们，大会感觉老四非常笨，这么点小狗都会握手，这么点就学会握手了，才两个多月，和姐姐一样聪明可爱，留下吧，老爷留下吧，不留，不留，留不了了，兄弟们，留不了了，家里狗太多了，啊、嗯，留给更需要他的人，兄弟们，啊，留给更需要他的人，留给更能照顾好他的人，啊，留给时间啊更充足的人，啊，咱们就留给更加喜爱狗狗的人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啊。嗯，咱家小老大那个主人非常不错啊，咱小二肯定也会找着一个非常不错的主人啊，我们都能照顾好。嗯，这个狗多少钱？这个狗不卖，兄弟们啊，在直播间吗？不卖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个狗已经有主人了啊，嗯，把狗送去小小迷糊那边吧，来，握手。握手，哎，好宝，好宝，好宝，听话，真棒，这是握手，你看他还是会，他还是会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，看到吗？嗯。
有多余的吗？没有多余的啊，没有多余的啊。握手，握手。哎，你看看，好宝，好宝。你看兄弟们，我跟你说啊，老铁们，就是那天我教的那个，我教狗狗握手好不好使吧，老铁们啊，我教狗狗握手好不好使吧，我今天教大家怎么教的，兄弟们，握手，握手，你看看，哎，握手，握手，你看兄弟们好使，知道吗？我今天教的办法非常好使，知道吗？有好多人朋友说我教的方式有错误，其实我这么教真是好使啊，狗狗一下就记住了啊。握手，你看，握手，好宝，你看看多听话，兄弟们。嗯，感谢啊，感谢咱们家的至高无上的榜一，兄弟们，大家给花魂姐姐点点关注，老铁们啊，一号麦啊，一号麦花魂姐姐，大家给上一波好不好？感谢宝宝啊。来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，你看看兄弟们啊，真聪明，这个小狗不但聪明还好看，嗯，不但聪明还好看呢，嗯，握手啊，你看看兄弟们，不但聪明还好看，嗯，我才教了多少回呀，我都没教几回他就会了。嗯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，嗯，好宝，好宝啊，这狗不傻哈、啊，兄弟们，这一瞅就不像近亲的。感谢完词，谢谢啊，是不是？一看就不像是近亲的啊，一看就是聪明啊，一看小迷糊这种就是像近亲近亲的，是不是兄弟们？小迷糊那种属于近亲的，他就不聪明。握手，嗯，握手，握手，啊，这个手，你看他会两个手握呢，你看这个手他也会，啊，换那只，换那只来，换这只，啊，这个握手，啊，这是握手，那边也是握手，那边是握手，握手，换另一只，换另一只，换另一个宝，换另一个，坐好了，换，哎，好宝，好宝，好宝啊，好，再换一个，换这个。握手来，大宝、二宝来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来，啊，没有吃的不愿意做，你说，没有吃的不愿意做，嗯，这道好像周迷糊就是两个外号。握手，你看看多聪明啊！哎呀，我特别特别的，哎，欣慰啊，兄弟们啊，培养出来了这么多好的狗狗啊，培养出这么多的好的狗狗，嗯。朱大黄也会喂，咱朱大黄小时候就不会喂，握手啊，聪明，真聪明啊！你换这只手，另一个，换，好宝，再换这边的宝，换这边是吧？宝，换这边的，换另一只啊，好，换另一只，好宝，你看，你咋这么聪明了？二，你跟谁学的？你咋这么聪明呢？啊？二啊，你跟谁学的这么聪明？太乖了。俺家老大俺家老大这是，的确是没少费心思，兄弟们，老大没少费心思啊。老大照顾孩子照顾的非常到位啊。肯定是妈妈呀。嗯，再来一个。再一个，啊，妈妈教的好，妈妈教的好，俺先舔妈妈了，在这儿。握手，握手，老大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来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，啊，握手。不愿干了，他不愿干了，这小伙拖懒了，小伙拖懒了。哎，小明浪费粮食。拉布拉多啊，兄弟们啊，你们看着这是拉布拉多啊，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，大家伙有需要碳素笔的，9.9元，20支碳素笔加上50个笔芯儿，老铁们啊，20个碳素笔加上50个笔芯儿，有需要的好朋友大家去拍单啊，下方小购物车正在讲解当中。
干啥？干啥？啊？干啥？有病啊？楼下有人，楼下有人，楼梯间有人走。行了，行了，过来，三来，过来，来，你还有心思吃啊？你还有心思吃？不许动，不许叫啊！听见动静的狗耳朵，听见听不到声音。楼下有动静，一楼有人，肯定有人，有人说话或者有人关门，有动静的话他们都会叫我，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欢迎大家伙啊！欢迎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小明你咋出来的？小明花，啊，别管了，是执行任务。叫唤别管了，是执行任务。9.9，20个笔加上50个笔芯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可以去拍的啊。粗的笔芯，兄弟们，咱家这个笔是粗笔芯。哎呀，不想把小明把石头，不想把老四放出来去，把老四放出来吧，老四吧也没什么正事儿，天天舔那个石榴，啊，有想买笔的兄弟们，啊，大家可以去买一单，咱这个笔啊，啊，20个笔加上50个笔芯，兄弟们，啊，咱家这个笔是粗头的。暂时的20支，再加上50个笔芯，狗看电视吗？狗不看电视，那不看。咋这么便宜呢？便宜吧，兄弟们，看着吗？3根啊，4根、5根、6根、7根。8根、9根、10根、11根，看到吗？12根、13根、14根，啊，就这样式的，总共是50，总共是20根，兄弟们，这样式的总共是20根呢啊，我就不都拿出来了啊，这是其中的14根，咱家是卖9.9，20根笔，啊，再送给大家50个笔芯，兄弟们啊。中性笔，兄弟们，不是油笔啊，中性笔啊，黑的啊，黑的中性笔，黑色的，黑色笔。行了，别嘚瑟了啊！那笔写字特别顺畅，记住都可以，我就在超市买过。我发现老四吧，兄弟们，老四他真是愿意叫唤，你知道吗？一到晚上，这老四真愿意叫唤，比超市还便宜，就是比批发都便宜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就咱家这个笔芯比批发都便宜，真的。这合到一支一根笔，兄弟们，一根笔才多少钱？老铁们，我给你们算一下吧，兄弟们啊，我给你们算一下，兄弟们啊，咱家这个笔呢
是20根笔芯的吗？20根笔加上50根笔芯，对吧？加上50个笔芯，然后呢，在每一支笔里头都有一根笔芯，兄弟们，每一支笔里头都有一根笔芯，50根笔芯，再加上20根笔芯，等于70根笔芯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70个笔芯，啊，等咱们把这里笔芯拿去之后，这不70根了吗？还剩20个笔壳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还剩20个笔壳，也就是说，相当于咱们总共收到了70个笔芯，再加上20个笔壳。兄弟们，这就90个东西了啊！兄弟们，这就90个东西了啊！才合1毛钱一个，兄弟们，能不能算出来？算明白这个账吗？兄弟们，能不算明白吗？啊，50个笔芯加上20个笔芯，加上20个笔壳，90个，相当于1毛钱呢，兄弟们，啊，多便宜啊，兄弟们！我跟你说，老铁们，咱家这个笔呀。还都好使，兄弟们知道吧？都好使啊，没有说断油的，知道不，兄弟们啊？就算兄弟们，就算你点的背，兄弟们啊，我给大家打个比方，就算是有不好使的啊，他也他妈划算的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就算有个别的，是不是，兄弟们啊？一两个，就算有这个几率的话啊，有断油的，不也划算吗，老铁们，对不对？啊，特别划算，兄弟们啊！而且更何况咱这个笔还没有断油的啊！你这笔写字多粗，兄弟们啊！你看写字多粗啊！这地方是刚才粘过的胶，这地方粘过的胶啊，这地方没有胶，你看这地方胶带，看什么，兄弟们？胶带，有胶带的地方写字是这样式的啊。没有胶带的地方写的这样的。刚才有人说要什么玩意儿？要粘豆包啊？粘豆包？粘豆包没有货了，兄弟们啊！你看这笔写的多好看，兄弟们，看不着？嗯，这个笔啊，有需要买笔的兄弟们，大家去拍单吧。粘豆包没有了，兄弟们啊！粘豆包没有了，粘豆包咱现在不卖了。有好多地方发不了货，现在快递这么慢啊，这在道上就坏了，粘豆包在道上时间太长了容易坏啊，粘豆包也没有了，笔好用，下单了，感谢大家伙啊，家人点点亮吧，看笔尖好吗，看笔尖啊，粗的啊，粗头的，看到吗？粗头的，石板大米不错。粗头的，哎呀！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。哎呀妈呀，兄弟们，这是0033，哩哩啦啦，这又半夜了，哩哩啦啦又到1点了，兄弟们。这时间过得可真快，哎，起来！时间过得可真快，小迷糊啥品种啊？小迷糊属于拉布拉泰，兄弟们啊，小迷糊是泰迪，他的爸爸是拉布拉多，9.9真划算，给孩子写作业也合适。我就跟你说，兄弟们，你买咱这个笔，你再转手卖出去都合适，知道吗？你卖给超市里头。兄弟们，卖超市里头，你问他19.9，给你50个笔芯，给他20个笔，你看他要不要？19.9，知道吗？他也合适啊。而且他这个笔头粗头的，还不是细头的，知道吗？粗头的。0.5、0.7的，0.5的粗的，兄弟们啊，粗的0.5的，不是0.7，0.7更粗吧？不是0.7的啊。我买了临沂的几天到货呀，基本上都是3天左右，兄弟们啊，但是呢现在特殊时期，这不有疫情吗，兄弟们啊，它肯定会慢啊，肯定会慢啊，笔没有多歇了，兄弟们啊，笔下一会儿我把笔结束讲解了啊，笔没有多歇了啊，总共就这些笔，总共咱俩就卖这些笔没有了。
啊，年前的话，咱家那大米也没有了，兄弟们，大米在第一个链接58块钱十斤，年前也没有了，非常少了，兄弟们。啊，就要清库存了，就年底这会儿把库存一清了，咱就不卖了。啊，快递过一阵儿又停了，尤其是吃的东西，兄弟们，吃的东西咱就不卖了。啊，我就怕这个快递吧，但不准时啊，没有时效啊，不保证时效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。啊，宝贝耳满，知道耳满吗？10号链接那是专门清理耳道的，是吧？清理耳道的啊。狗的耳朵臭啊，狗耳朵臭，你家狗的耳麦的耳朵埋汰呀，做那些日常清理的，兄弟们啊。昨天卖了一袋大米，谢谢大家伙，做日常清理的啊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兄弟们，明天3人爹一定要早点直播。明天晚上我不早直播的话，我去吃粑粑去，真的儿撒了，真的，兄弟们，我真是受不了，天天这个点直播，我都整不了，啊。大半月的，我跟你说，大半月这么直播我也困呐，兄弟们，那3人爹也困呐，老爱讲究人，感谢大家伙啊，兄弟们。嗯，就欺负老四，哎，播就行。别和老大抢吃的。小明，你在干啥呢？小明，啊，你在干啥呢？小明，你干啥呢？小明，啊？我都看我换3套沙发了，1套、2套、3套，作妖是不是？作妖是不是？小迷糊啊？嗯，我看啊，之前是哪个沙发啊？对，之前是那个科技部那沙发。哎，兄弟们，你们看一下子啊，兄弟们啊，我之前那个沙发花了1800啊。之前这个蓝色的沙发，兄弟们，你看，之前咱这个蓝色后面这个蓝色的沙发，我花了1800，但是咱们家现在这个沙发我花了800，啊，兄弟们，咱家现在这个沙发啊花了800，你们觉得这个沙发好还是我之前买那个蓝色的好，兄弟们，啊，啊，就后面这个蓝色沙发1800，现在这个沙发是800，啊。这个好啊，啊，现在这个好，以后还得买二手的呀。我在那个闲鱼，那个哪儿，在那个，在这个啊卖二手的网上买的啊，以后咱就在那个在上面买就行。这个的确是挺好的啊，以前我不知道。啊，以前不知道就有这个东西，兄弟们知道吗？我就以为这个沙发吧，你要想买二手的话，得上那个旧货市场去买呢，啊，得上旧货市场买呢，就旧货市场没有卖的，啊，旧货市场没有卖的。我那天才听我朋友说有一个那么个工具啊，我得上面买的，挺好，啊，亮色的上镜好。嗯，你家楼下不嫌狗狗吗？楼下不嫌狗狗吵，他们从来不嫌我狗狗吵啊！感谢大家伙，不嫌我狗狗吵，兄弟们，大家想买咱家这个什么啊？沐浴露，老铁们啊，沐浴露是55米两瓶，河北能发货吗？河北不发货，河北不发货现在啊。但是咱家的确有点吵。这小狗又尿了，你瞅着这小狗，兄弟们，幸亏没往地下坐，要不就坐一屁股。嗯，什么呢？起来，让一下子啊，小迷糊。
起来。哎，兄弟们，我以前都几点播？我以前十二点下播吗？我都不知道我这个习惯什么时候养成的。啊，兄弟们，我都不知道我这个习惯什么时候养成的。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后半夜直播了呢？啊，这有时候的毛病不好改。干啥呢你？你干啥呢你？翻垃圾桶是不是？啊？是不是翻垃圾？是不是翻垃圾你？啊？你干啥呢你？你就让奶奶揍你啊！去你！我们也熬不起呀、啊，我把东西撇外头去，省得他妈狗。嗯。让你翻，我让你翻，我看你们谁爱翻啊！别凶小哥，我咋懒得说你了，老大，知道吗？你现在开始学坏了，小老大。啊，你都没有小明听话，现在是不是迷糊？迷糊？迷糊啊，还是俺们迷糊好。感谢好美好人生，欢迎美好人生啊，谢谢。铁岭河发货吗？铁岭河，铁岭河不就俺们牡丹江的铁啊？不，铁岭市啊，铁辽宁铁岭，铁岭发货，兄弟们，铁岭可以发货啊。嗯，铁岭可以发货。铁岭，辽宁铁岭仓土。啊、哦！你说刚才我打小狗啊？啊？我那是简单的，我收拾他，兄弟们知道吧？咱小二刚才我只是简单的收拾他一下子，啊，没事儿，啊。沈阳发货吗？沈阳发货，兄弟们，沈阳皇姑不发货，其他地方都能发货。你说这老大长得真大哈，兄弟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没见过真正老大。老大他比其他狗都长得大啊，而且老大的体重吧还真是没有老四的体重大。石家庄能发货，石家庄不发货，石家庄不发货啊。海藻粉，海藻粉第十三个链接，兄弟们，家里的狗狗啊，如果有狗狗的鼻子如果有掉漆的啊，鼻子掉色了啊，狗狗的毛不好，大量脱毛，兄弟们，你们可以吃这个海藻粉，给自己家狗狗吃这个海藻粉啊，39.9元一瓶，撒在狗粮的上面就可以了啊，操作非常简单啊，操作相当相当简单。39.9元一瓶啊，55元两瓶，划算啊。我跟你说咱家这个沙发垫子一铺，一沙发垫一铺他玩啊，辛苦了。嗯、啊、感谢大家伙啊，我把这沙发垫子一铺，你玩年底都没事，真的这沙发玩年底都没事。小车咋想的，爬老大了呢。不知道啊，兄弟们，这不知道啊。小石最近好像病了，兄弟们，小石最近好像病了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爬那个老大。小梅花，你赶紧给我吐了，小梅花，你给我吐了，小梅花，别怪老爷揍你啊。小明，我
操你个小迷糊，你教坏了，你把孩子教坏了。我兄弟，你说我揍不揍小迷糊？小迷糊把小老大都、小老二都给教坏，你瞅瞅。你看兄弟们，你瞅瞅，啊，是小迷糊教的。你看他俩玩的啊，不卖狗，咱俩不卖狗啊！我是不是该揍他了啊？操你哥，你俩啊，我是不是该揍你俩了啊？起来，起来，这谁猜的啊？谁猜的啊？蔡家啊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上面一边去，一边去，一边去，起来，一边去。一点不听话你，你狗屁不是，啥也不是，除了菜家你啥也不会。起来，狗屁不是，起来，起来，我就揍你了，怎么的？啊，我就揍你了。哎，小迷糊真好，哎、小迷糊真好，小迷糊。好、啊，小迷糊，老爷摸摸啊，来摸摸啊，谁都不敢惹小迷糊啊。谁也不敢惹你啊！小迷糊真听话，哎，真听话呀，小迷糊。好好好，孩子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好孩子呀！啊，好孩子啊，好孩子呀，好孩子呀，好孩子，好孩子呀！啊，你不愿意了，小迷糊啊，你不愿意呀？啊啊，小迷糊不愿意呀，你啊啊，你哪来的那么多不愿意呀？啊，你哪来那么多不愿意呀，小迷糊？啊，哪那么多不愿意，哪那么多不愿意啊，躺着躺着，哪来那么多不愿意啊，你不许骂人，不许骂人，小明我知道吗？啊，咬你一口，我给他八个胆儿。哎呀我的妈，这个小狗咋这么能拉呢，兄弟们啊，这小狗咋这么能拉呢？没打他，我打他干啥呀？我打他干啥呀？没打他。嗯，我这愿意教育一下啊，其实没打他。啊，我要摸小迷糊的头，吸引吸引小迷糊，兄弟们，我这不吸引小迷糊了吗？这小狗太能拉。好大一坨呀！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咱家屋里一点味儿都没有，就是家里有小狗不行。兄弟们，就家里有小狗不行，知道吧？当家里头有小狗的时候，兄弟们啊，小狗拉粑粑、乱拉乱尿的话，屋里就容易有味儿。啊，乱拉乱尿啊，说是不干净啊，兄弟们知道吗？一天都得用咱家这个迪特除臭剂，一天都得擦好几遍。啊，迪特除臭剂一天都得擦好几遍才行，要不屋里头真收拾不干净，收拾不起。啊，小狗我一般都会给关起来，小狗关起来好一点。啊，嗯，训练呀，现在训练也白费，你已经很干净了。现在训练你干啥呢？又偷吃呢？啊？又偷吃呢？听说你又偷吃呢？啊？又偷吃呢？啊？又偷吃啥呢？啊？你又偷吃啥呢你？啊？你够厉害，够厉害是不是？啊？够厉害，够厉害你？啊？你够厉害呢？啊？小迷糊，是不是又偷吃了？是不是？小迷糊啊？我给你们倒点狗粮啊！对，过来来，过来来。他们玩啊，我都不想喂他们了，兄弟们。你看你那三文，兄弟们，你说三文现在多胖，我的妈，兄弟们，三文太胖了，我都不想喂了。咱狗他妈一天喂两顿饭，太胖了，真整不了，太肥了，老是不搓澡的啊。我看我四哥有没有进步啊？你说三文多胖，三文没怀啊？没怀孕，兄弟们啊，一点都没怀啊！哎，
是藏獒还是警犬啊？不是，咱这就是普通的狗，就普通的狗。欢迎大家伙啊，不许叫唤在外，你要干啥？广告时间，好的兄弟们啊，一点进步没有，真的兄弟们，小老四，大家伙想买咱家海藻粉的兄弟们啊，大家伙可以去买咱海藻，我给他们少袋的狗粮吧，少袋狗粮，咱狗太肥了，太胖了，少倒点吧，嗯。我给来一个，我泡点水，用狗粮泡点水。嗯，你进去。减半，我也整一半吧，兄弟们，我也整一半。要我白天不喂了，我白天我就不喂了。嗨，他们几个太胖了，现在就。起来。哎呀，差了一点了。行，吃这些吧。看多行啊！就吃这些吧啊！我看能给你们加点啥。啊，给他们加点儿。益生菌呢，给他们加点益生菌吧。你把狗一天到晚关在楼上不让活动，不放才怪呢。他们平时运动量少，知道吧，你如果不给我还能一天24小时带他出去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其实咱们家平时兄弟们一天下楼4趟到5趟，兄弟们，基本上我感觉运动量挺大了。你要说像人妥哥家人家那个狗，人家没事儿就坐在外面的话，咱跟人比不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咱家狗粮不需要加罐头，知道吗？不需要加罐头啊。第五个链接和第六个链接啊，不加罐头一样吃，知道吗？咱住五楼呗，五楼兄弟们一天溜达4趟到5趟，兄弟你觉得少吗？不让三位生了，疫情期间尽量少出门。三位现在不适合怀孕，嗯，还是三位不适合怀孕。老爷过年以后还有酸菜吗？过年以后应该有酸菜啊，我想想那酸菜那个当时为什么没有来着啊，因为沈阳有疫情啊，因为东北很多地方有疫情，沈阳啊，哈尔滨啊，绥化呀，那时候有疫情啊，过不来，知道吧？对啥？座有多少？但是我觉得咋的？我每天带他们下楼4到5趟啊，够了，知道吧？啊，因为咱家狗啊，兄弟们，咱家狗不在屋里头拉，知道吧？他们平时的时候，如果喝多的话，他们会在卫生间里头尿，啊，能在卫生间里尿，啊，但是不可能说在屋里头拉，知道吧？啊，我培养他们也是培养他们出去上外面上厕所，培养他们上外面上厕所。但有时候咱一场直播时间太长了，他们就尿卫生间了，很正常，兄弟们啊，咱在屋里头
如果狗不在屋里头大便的话，屋里头一点味都没有。有人不会说话就别说，好喜欢小迷糊。三谁也不打，就揍小迷糊。他就揍小迷糊，看不上小迷糊，看揍小迷糊屁股，看着啊。三揍小迷糊的屁股啊，三躲着小迷糊，他三打不过小迷糊，我跟你说，小迷糊下死口啊。然后哎，看，看不着。三等着下口呢，对，三怼他屁股，怼屁股，三，不知道为啥，我也不清楚，三文就跟小迷糊从小就不对付啊。看不到我说话吗？一锅香，我看说啥啊？一锅香，没看着你说话啊？啊，有没有小狗啊？咱这没有小狗卖。没有电梯呀，兄弟们啊，不提楼。狗狗后腿站不直的话，你带狗狗上宠物医院检查一下子吧啊！我也不清楚具体的，一串葡萄几号链接？一串葡萄在第43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！一串葡萄啊！你看昨天买酸辣粉的朋友们，兄弟们，你们昨天买酸辣粉的啊？今天都涨价了吧？昨天24.9，今天29.9。我问半天了，海藻粉是85一罐，老铁们啊，海藻粉85一罐。哎呀，太累了。你们兄弟们，你们有啥不明白的呀？大家问咱家客服。兄弟们，问咱家客服，咱有客服啊。我这肯定是看不见大家说话，兄弟们，人太多了，我都回不过来。给老爷点点红心吧。小迷糊咋吃不上就没了呢？小迷糊没咋吃上就没了，还有一点，兄弟们。我又给他们倒上啊，我再给他们稍微倒一点，他们平时的时候吃太多了。过来，又走哪都是，是不是？这水又走哪都是，是不是？啊，过来，没有了吗？我再给你填满啊。没有了，兄弟们，你看咱这一袋狗粮没有了，这第几天我忘了。吃这点的都能吃着，看着啊。
没了，就这些了。嗯，正好剩晚上一对儿。咱俩这款狗粮是10公斤的三拼粮，啊，所有狗都能吃啊，兄弟们，所有狗能吃啊。咱这款狗粮在下方小购车第5链接和第6链接，你拍哪个链接都行。啊，你现在拍哪个链接都行，第5链接和第6链接。嗯，还是你闺女最乖。哼，然后有媳妇儿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呢。大宝想吃啊，二宝，二宝其实想吃，咱不能让二宝吃，不让二宝吃了。啊，兄弟们，明天白天三位直播啊，今天晚上没播好，今晚没播好，兄弟们，啊，明天白天给大家播，行不行？啊。明天下午的时候播吧，啊，今天没播好，嗯，啊，然后大家伙想买咱这个饮料的啊，这个饮料是6罐19.9啊，兄弟们，你看不着，咱家买的都是葡萄的，啊，人家都买葡萄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喝这个葡萄味的。粥米是10斤吗？对，粥米是10斤啊。老铁们，你们想买大米的啊，想买粥米的，粥米在2个链接，专门熬粥用的啊。粥米，兄弟们啊，粥米跟那粥米也是那个粥米也是咱家那个咱家那个石板大米，兄弟们啊，粥米为啥叫粥米呢？因为粥米是碎米，知道吧？粥米也是这个米，老铁们，也是咱们家这个响水大米核心产区这个米，它俩米是一样的啊，只不过那个米是碎了啊，加工当中加工期间把这个米给打碎了，知道吧？咱家这个碎米熬粥特别香，为啥香呢，兄弟们啊？黏糊，知道吗？这款米熬粥黏糊啊，在第2个链接下方小购物车第2个链接，真黏糊，好吃。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，都可以吃这款米啊。我不让他出来的原因，兄弟们，我不让他出来的原因啊，其实就不想让他吃东西了。粥米也是10斤，对，粥米也是10斤啊，我不想让他吃东西了。他现在这会儿啊已经吃饱了。嗯，营养膏几个，营养膏是5个，营养膏是5个啊，你们看咱这个饮料，你们可以去买一单这个啊，19.9。哎，现在能不能拍，现在能不能拍19.9。19.9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个葡萄一串葡萄，这个现在直接去购买啊，买这个6罐的，兄弟们，葡萄果汁6罐啊。葡萄果汁6罐啊，这饮料挺好喝，嗯，因为我不能总这么推荐的，兄弟们，真是非常不错啊，嗯，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。10个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20个，20个葡萄，看到兄弟们，20个葡萄，嗯，你看这大葡萄粒儿，给孩子喝，老人喝都能喝。哎呀，放到冰箱里头，嗯。我今晚都不想播了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没有心态，都不想播了。拍子吧，拍太晚了。
哎呀，实在是没办法，兄弟，能力有限呢。现在是能力有限呢，拍段子也拍不出来了。我就感觉我好像岁数大了似的。一罐多少毫升？一罐是310毫升。一罐是310毫升，看着一串葡萄这个。嗯，你看这里葡萄多血，兄弟们，哈，从侧面瞅。老四啊，你可他妈歇会儿吧，四哥，我是真服了你了。哎呀，嗯，这也是葡萄。你要干啥？我要干啥？可能出去吃狗粮去了，看着。哎，没找着。哎，可惜你吃不着了。嗯。不能给你吃了啊！你该吃撑着了啊！二宝该吃撑着了啊，撑坏了，一会儿又给二宝撑坏了。我们年饭合行，正好要果汁。对呀、啊，我说兄弟们，年夜饭的时候你把这个摆在桌上，兄弟们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。嗯，家里来人了，摆上这个果汁，兄弟们，纯果粒是吗？果粒果汁饮料啊，纯果粒果汁饮料。嗯，我也买了一箱。有想喝的好朋友，大家多买两箱，咱多囤两箱，多囤两箱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没有其他口味吗？有草莓的，啊，有草莓的。啊，我不太喜欢喝草莓味的，兄弟们，又尿了啊！我不太喜欢喝草莓的。风到了这里就是年，不是酸的味儿吧？酸甜啊，甜味占，就是更多的是甜味啊，兄弟们。就是葡萄味儿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就跟葡萄味儿是一样的，更多的是甜味儿。干啥呢？啊？让我逮个正着，老四啊？干啥？别扒拉我！别扒拉我！别扒拉我！啊！别扒拉我！啊！是不是该揍屁股了，老爷揍屁股了，老四啊，别扒拉我，你要干啥，老四，你要干啥啊？想扒拉我，和你打架了啊？你疯了吧你啊！你说我疯了你啊！啊！发现我谁都咬呢，你不管公的母的，你就是咬，是不是老四啊？就疯了你啊！你就疯了啊！是疯了啊啊！你干啥呢，小迷糊啊？你干啥呢，小迷糊？
你干啥呢小迷糊啊，你干啥呢，啊你告诉我这干啥呢，我刚买的吧，啊我是不是刚买的这个啊，这门给拆的，你就别说这门了啊，疯了吧你，啊你就疯了，是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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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啊你是不是老不要你了小明啊，啊这个垫子真不行，这个垫子真不行，兄弟们，咬坏了，咬坏疼，咬坏了你。啥也不是，狗屁不是。脾气挺大，你脾气不小啊小迷糊啊，你脾气不小啊你啊啊，啊脾气不小啊啊啊，脾气不小啊啊啊，你磨能磨的车呀你啊，啊你磨的车呀你啊，啊你磨的车呀你啊，他就不怕我知道吗，小明就不怕我，他怕我就好了，我跟你说狗啊兄弟们一定有一个怕的人知道吗，在家里头总有一个需要，就是有一个人他得害怕啊，他们才能听话，如果整个家里头没有一个人是这些狗害怕的啊，我觉得他们就老逃了，真的兄弟们你都老逃了啊，我都希望咱小迷糊怕我呀兄弟们，哎收拾他，让三位训练小迷糊老师白费，他俩不学习呀、啊、就我让他俩学习的时候他俩都困得不行睡觉，打他几次就好了，就怕你没有用兄弟们知道吗，你打他你不你打他够，你打狗不起什么作用，你们真狠，收拾啥呢，不收拾兄弟们啊，这么地我就愿意惯孩子啊，兄弟们大家想啊、有想买咱这个饮料的啊兄弟们，19块有三罐，这个咱家这个饮料啊，19块有六罐啊，19块有六罐兄弟们啊，待会儿可以拍的，咱家这个饮料里边是果汁兄弟们，里头有葡萄啊，全是葡萄汁啊，葡萄粒兄弟们啊，你看
你们想买的话，兄弟们再来拍的。啊，这里有全果小果粒儿啊，葡萄非常的好，非常好喝。嗯，就是葡萄果汁，19.96元。小明啊，我跟你说，你换什么结实的垫子，小明还是会拆。兄弟们，你觉得咱家这个垫子结不结实？这个垫子不结实吗，兄弟们？啊？既然这垫子不结实吗，兄弟们？啊？还想像啥样的垫子结实，兄弟们？啊，这垫子不结实吗？小明，这垫子不结实吗？小明话啊，不结实吗？我问你话呢，啊啊，不结实不结实吗？小明话啊，结不结实？结不结实啊？我碰你了吗？啊，我碰你，结不结实？我碰你了吗？啊，我就问你结不结实，结不结实啊？让老四收拾小明吧。此时此刻的老四啊，兄弟们，此时此刻的老四容易要小迷糊的命，知道吗？他容易要小迷糊的命啊，兄弟们啊，要命啊他呀。嗯，谢大家伙啊，起锅吧，起啥都白费。小明他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他就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你干啥都白费，你知道吗？额头上有鞋吗？小迷糊有骨额斜颈，这他们抢零，既然不抢零食了，兄弟们，这样有点太晚了，今天有点太晚了啊！明天下午三元爹播，兄弟们，明天下午啊，明天下午我那个跟大家伙一块直播。今天播的有点不太好，兄弟们，今天播的不太好，大家肯定是没看够呢，是不是？明天下午咱们播，明天下午1点钟、2点钟的时候播，啊，2点吧，兄弟们，2点播吧，明天下午，准成一点的，啊，今晚没播好，明天继续播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小石头了，这小泰迪怎么这样似的呢？啊，哼，你也不喊人害臊，啊啊，石头，你不觉得害臊啊？啊？女的这样，嗯，你看老大掉的毛啊，兄弟们啊，看见老大掉毛，看见老大这个毛掉的真邪性，嗯，他毛应该长出来的啊，老大非常愿意掉毛，现在老大生完宝宝之后就愿意要掉毛了啊，现在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怼石榴。
大家给榜一点点关注，兄弟们啊，一号麦，二格格家糖宝，兄弟们，咱给糖宝点点关注啊，糖宝一号麦，大家点点关注啊。哎，然后三月爹明天下午播，兄弟们啊，明天下午一定要给大家播，兄弟们，我说的是一定啊，肯定会给大家播啊，明天下午两点肯定会播。然后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兄弟们，今天可真就到这儿了啊，明天下午两点播啊，拜拜兄弟们，拜拜啊，累了，一点半了，遛狗遛狗去。